陈英柱话题延烧，国民党立委邱仪这回指控陈英柱其实和民进党参选嘉义县立委的陈明文交情很好。蔡英文今年6月18日前往菲律宾募款，邱仪质疑在菲律宾经营赌场的陈英柱和友人曾经帮忙，居中牵线的就是陈明文。蔡英文有没有拜托跟陈英柱非常熟悉的陈明文中常委帮你交代，要陈英柱或者陈英柱在当地合资的友人照顾一下蔡英文？邱毅出面指控，却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连着两天，包括邱毅在内的蓝营名嘴轮番指控或影射，陈明文火大，出面郑重否认：“我绝对没有这个央请任何人包括陈英柱本人或陈英柱友人来请他们协助在菲律宾来帮忙这个。”蔡英文来进行所谓的募款参会的事宜，我想完全没有，主席乌有，胡说八道。陈明文等不到邱毅公开道歉，傍晚立刻委由律师前往法院控告邱毅加重诽谤，希望毫无根据的牵线说，不要成为选战话题继续发酵。三立新闻廖国雄加以报道。